我们有几种灸，所谓灸呢，我们有第一个最普遍我们使用的是隔姜，隔了生姜，隔姜灸。这个所谓隔的姜灸呢，就是我们拿新鲜的生姜切片，切成片的像我们现在50块钱那种大小厚度，然后上面拿牙先戳几个洞，然后艾草呢，示范给诸位看。平常我们叫大概拿这么一戳放在手上面，放在手掌心上面，这么一戳，然后呢，因为手掌心的凹下去了嘛，然后你把两个手掌握起来，一揉它一戳，就变成两头尖尖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就翻过来，这个放在那边生姜上面，这一个单位呢，我们就称之为撞，一撞，两撞的撞，一撞。所以我以后跟诸位说，灸五撞，你就知道灸五的，单位叫撞。在灸的时候呢，这个生姜片不用换，艾草放上去，你用火去点，用香去点，用香点它也可以，它就慢慢烧化，烧到病人感觉到温热。不用说很烫，温热就可以拿掉。拿的时候，你拿个镊子把它拿起来，旁边呢放一个碗，里面放水。因为壁上的温度很高，你如果拿个那个没有水的玻璃杯或者空那个没有水的碗，艾草放上去，你点几个几撞在那边烧锅，就看那个碗还是玻璃杯就是碎掉。所以说你把它拿起来就放旁边有个水，好了，这个火灭掉，然后再换一个上去，换一个。那我们灸的话，我们就是灸单不灸双。什么灸单呢？就单数，灸3579，我们取它的阳数，阳数。因为这个艾本性呢，除了向下走以外，艾性是纯阳的。就是因为纯阳，所以端午节呢，我们把艾草放在门口，它是辟邪，它的目的就是辟邪。第二个呢？我们在用的时候啊，我们叫隔研究，这隔研究呢就是研疤。那什么时候研究研疤？比如说肚脐，我们肚脐又名，但讲肚脐实在是不太雅啊。那我们给那个我们中医给他取了个名称叫神阙，神阙这个地方，神阙穴。那肚脐上面凹下去动吗？凹下去动。你如果盐巴撒上去，那这个盐巴不能用生盐，这盐巴呢，已经锅子炒过，炒熟了以后，盐巴炒熟了颜色会变，或者说我们有两种，我们现在的那个精炼的盐提炼过的盐都不能用。那个提炼过的盐都不好，那个、都是人工的。我们要海盐或者是青盐，所谓青盐就是青海来的盐，那盐出来颗粒那么大一个，像那个黄豆比黄豆还大一点，青真的是淡青色的，炒过以后变成红色的。一般海盐你炒过以后会变成红色，暗红色哈。然后这个在当然你们不能说炒完以后直接倒了肚脐上，那个肚脐烫了大了，那是我没有这样教你。汤是蛮可能温一点或凉的撒上去，就是熟盐，你不要炒完很急啊，就一炒完就变成咔大叫一声，就肚脐烧坏掉了。肚脐烧坏掉，这个口不容易熟，因为是刚好那个凹进去的地方，所以说你一定要炒过盐，要炒过盐封满以后，肚脐贴半了以后，再把艾草放上去烧，这是我们的隔姜隔研究。那隔研究像我们为什么就这个神肚脐，就常常很多下地不止。我们有灸，灸就是。那我们有两种，一种寒力，一种热力。那寒大部分灸，我们因为灸是一点阳性，是火性嘛，所以用寒力会比较多。那简单讲的观念就是寒热的观念，寒呢就是没有消化，你吃进去青菜就排出来青菜，吃进去玉米排出来玉米，你就是寒。
哎，那里热的含热，大概含热力没有什么味道，热的话很臭，很腥臭，啊，那就是热，啊，那灸我们用的寒症会用的比较多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叫做隔算灸，啊，隔算灸，隔大蒜，那大蒜有种大蒜是一整颗就一个，是吧？好，那这个我们现在蒜不是很多片嘛，像橘子一样，那有一种蒜就一口就是没有没有，它就是那一个哈，把皮剥掉以后切片，像那个切那个跟那个刚刚隔生姜一样，五十块铜板那么大切片，然后它都把它隔蒜灸。那隔蒜灸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在，比如说病人久咳，咳嗽一直咳不好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舌头伸出来，啊，就放到舌头上，隔着蒜灸，因为蒜是白色的，青蛙。色白的入肺，辛辣的也入肺，就是在隔着舌头上灸，哎，就没法咳啊，因为你那天灸他化火烧了，就咳就好。好，灸的大原则呢，我们是痛灸，啊，不痛，啊，哎，不痛呢，啊，如果是不痛，我们要灸。灸到痛位，这是原则。好，就是为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话谁都会说，中国人的文字就是这样子哈。这谁都会说，很难了解他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讲给你听，对吧？你这样讲好像不了解，但我讲给你听，看有没有道理啊？比如说，现在有一个病人，手上生个脂肪瘤很大。我不想开刀，那我开刀一针砸过来。啊，我们用灸，你生姜放在上面，艾绒在上面烧，灸啊，它本来不痛，啊，我的脂肪就不痛。你灸所谓不痛，灸到痛的第一次。当你不痛的时候，你一直灸它，一直灸它，这个它艾绒力量一直往下走，一直往下走。当你痛到患处的时候，真正的根的时候。它开始产生了痛，对不对？就是到了，所以叫不痛了就了痛。那什么叫做痛就了不痛？同样的肿瘤，它很痛啊，比如说脓泡啊，肿瘤，我们就你在上面灸，按头啊，你灸，它这个脓就走到这边来，下面是好的皮肤，当这个艾绒的力量达到好的皮肤的时候，哎，我不痛了。就痛就到痛嘛，就叫恰到。当个医生，不管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治病的时候，最高贵的医生就是一刀过去，皮肤一不砍破，没砍到骨，啊，把病治好了，而不伤元，不伤元气，啊。那跟西医不太一样，西医每次说这个开完刀以后，那个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啊，他说我们手术很成功啊，那病人是死在那个病上面的。那这个刀开得不好，最后是要恰到好处。那你说这两句话，我这样讲就懂了，不道理的啊。从中国人的文字，这个你要慢慢去体会它这样。